少不要说任何心做得这么好吗？各位知道那是谁啊？那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有钱人，搬在这个城市租下来了99年100公里。你看到核心从哪里开始做？就是他从那个地方100公里长啊，租99年。他在上面做什么？一个赌场，等一下我们往后有的话会看得到啊。赌场一个，现在看到的身体这个是里面是球场，烧火球场啊，对呢。现在里面也带着一些所谓那个餐厅、表演场这些啊，因为他来投资在这里，中国也不可以变赌场的啊，所以他就来投资的国家，对呢也好，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会可以比较好起来了。你看前面左手边。这是跟泰国一定分边界的，最左边的是泰国啊，在中间这里这就是缅甸啊，所以是缅甸的。